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。你好，峰哥。弟子啊，你来了怎么不进去呢？我，哎，你这个什么情况？你怎么带了两只鸡过来呀？你忘了吗？我爸爸准备的呀，让我带去成都的。哦，那你别在这儿站着呀，这外边多冷呀。走，我们先进去。我怕把人酒店地弄脏了。不会的，怎么会弄脏呢？嗯，走，我们先进去。我们直接走吧，我们就不进去了吧。里边还有东西没拿呢，哦，是不是得拿上东西啊？那我把东西放这儿。你别放这儿。嗯，一会儿他跑了怎么办？你这个可以带进去吗？可以带进去啊。来，给我一只，我走，金子，我把那个鸡放好了。那走吧。先坐会儿呗。还要坐一会儿啊？对呀，来坐会儿。金子啊，你爸爸妈妈那儿你交代好了没？交代好了。交代好了呀。嗯，开不开心？嗯，其实我有点害怕。害怕？啊，为什么害怕？去成都啊。你不会不想去了吧？不是，我第一次跟一个男生回家，所以有点害怕。原来是这样。嗯，我妈妈很好的，而且很喜欢你，很想见你，不用担心好不好？而且我还在你身边呢，不要怕。嗯，金子，这个就是你带的行李吗？对呀，你给我买的衣服都放在里面了。我是不是带多了呀，富哥？没有没有。啊，金子，嗯，我们去个地方好不好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不是回成都吗？先去那个地方，然后咱们再回成都。那好吧。那走，现在去啊。现在去，你先把这个放这儿好不好？好啊，走。金子啊，就这上面这儿啊。这儿不是那？对啊，就是给你买套彝族衣服。买彝族衣服干嘛？我家里有啊。你家里的我都看过了，想给你买一套不一样的。走吧。不用吧，富哥。用的，你穿上好让叔叔阿姨们看一下，这样去成都行不行？走啊，进去。走。那好吧。金子啊，你选一套吧，我看这儿好多呀。还是你选吧，你喜欢哪套我就试哪套吧。啊，那我帮你选。嗯。那套行不行？这套，这套。对。好，老板，那个拿来试一下吧。嗯，可以。富哥。哇，金子啊。太喜欢看你穿彝族衣服了，真的太好看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你转一圈我看一下。哇，太有气质了。太漂亮了，金子啊，我看那儿还有一套，也挺好看的，要不我们再试一下那套？还是吗？对啊，挺好看的，试试呗。那行。那行。老板，这套也试一下。嗯，可以。哇，这套也好看哎。那怎么办？选哪套呢？好纠结呀。两套吧，都好看。哦，不，不用买两套，就这套吧。那套也好看的。不用，一起吧，一起买了。不用买两套，我喜欢这一套。那好吧，我去付钱，你在外面等我。不见听不着想不成摸不到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直够一杯。